下雨天，户外寒冷，锅里却暖，素食直送湖南省中医药大学附一医院。这些人都是在一线工作的医务人员，所以我们一个是为了表示对他们的关爱，另外一个就是也是为了推广素食，所以我们就发起了这个给医护人员送餐的这个活动。长沙慈济志工也走进长沙市中心医院，从第一次送餐战战兢兢的心情，到越来越多人欢喜回馈，体会到由荤转素并非推不动。很多人都反映都愿意接受素食，可能是这是个很好的契机，我估计应该是很有希望，我也很有信心。有愿就有力，接受慈济送素餐的医疗院所日日增加。偶尔下，因为前期呢就有一个或者是两个科室，他们会有一些订餐，然后通过吃素，他们会觉得很好吃，然后也很干净，很卫生，也觉得搭配的很营养，所以就是这样就会有更多的科室加入到里面来。志工团队需要车辆，需要人力，每个人想办法护持。请假过来的，为什么要请假过来？这里有人力，缺人力，我就过来呗。哎呀，我们两个只能分班。为什么呢？有个女儿在家要上网课了，要有一个人陪伴她。哦。所以我们就两个，今天是她，明天是我们，两个轮着来。用餐前相见欢，传递一份关怀，也是彼此感恩。因为有人现在穿着慈济志工服，职业是医护人员，也有人正在防疫第一线，他也是慈济志工。每天这一餐串联爱的循环。欢迎2020。